是民进党的人在抹红你。没有啦，我跟你讲哦，是不是大家心里有数？我也不要在这里跟你争辩 ，OK？原版那个一两张跑到网络上去，坦白讲，有时候很难完全控制的啊。但是如果要拿来做政治使用哈，来抹红别人，达到他的政治目的，哇，这我没办法。你是觉得现在有计划性的被抹红吗 ？How do you think？ 你觉得呢？所以你觉得是有人有计划性的抹红吗？我觉得是这样的哦，这种不应当放任哦，蓝绿的意识形态干扰甚至阻碍这国家的进步，这是不对的。我倒觉得很多事情适可而止啊。这个连柯文哲你都要把他搞成这个共产党的同路人，那太过分了吧？虽然昨天两岸关系说只要抵抗力够好就不怕细菌，可是早上段颖康骂你说你才是最大的细菌，甚至说2018他不赞成民进党礼让你。啊，就是这样嘛。说他们为什么现在这么认真的把你抹红，就是这样。你觉得是民进党的人在抹红你？没有啦，我跟你讲哦，是不是大家心里有数？我也不要在这里跟你争辩 ，OK？